想要借由今天教的这两个和弦，让你感受到自弹自唱的乐趣，也让你感觉大和弦跟小和弦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以往的吉他入门课程都教所谓的基础四大和弦，就是 C, Am, Dm, G7。这四个和弦对初学者来说实在太难按了，说不定有些具备潜力的未来音乐人就这样放弃了。如果你过去也在初学的前几堂课就被这四个和弦击败，希望你来试试看今天教的这两个和弦，说不定这两个和弦可以帮助你弹遍所有的歌哦。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来上课吧。先介绍第一种和弦 ,Major 和弦的按法。这种和弦中文又叫做大和弦，今天教的是简易版的大和弦。现在用你的无名指按住第六弦的第五格作为和弦的根音，这个音是 A。另外用中指按住第五弦的第四格作为和弦的大三度音。要注意无名指的指腹不要碰到第五弦。这个按法按的根音位置在 A， 就叫做 A major 这个和弦，或者是叫做 A 和弦就可以了。但是大和弦应该还有个五度音，今天先把这个五度音省略掉，所以就说它是简易的大和弦吧。现在我要让这个和弦发出声音了，你可以用任何方法去拨第五弦跟第六弦。我建议的弹法是用拇指的侧面先向下拨第六弦，之后再拨到第五弦。如果你的拨弦速度够快，同时拨到两条弦也蛮好的。听听看你自己弹的 A 和弦跟我弹的是不是听起来一样。接下来我要把你刚刚按 A 和弦的这个动作完整的向你的右手边移动两格，变成无名指按住第六弦第七格，中指按在第五弦第六格。由于根音变成第六弦第七格这个音 B，所以这个和弦是简易版的 B 和弦。这个简易大和弦的按法是固定的，但是移动到不同的地方，对应到不同的根音，就变成不同的大和弦。你可以用这个按法去按所有的大和弦，以及以大和弦为基础变化出来的和弦。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课程，里面可以教你如何在吉他上面找到所有的音。例如你在谱上面看到了 C 和弦，当你要弹这个 C 和弦的时候，先在第五弦或者是第六弦上面找到 C 这个音作为根音，先在第六弦的第八格这个音是 C， 所以 C 和弦可以这样按。第五弦的第三格这个音也是 C， 所以 C 和弦也可以这样按。所以光是 C 就有两种选择，但是先别把自己搞得太忙，我们现在先锁定这两个 C 就好了。现在来做个练习，请按出两个简易版的 G 和弦来对答案哦。第六弦的第三格这个音是 G， 以它为根音按这样就是 G 和弦。另外第五弦的第十格也是 G， 以它为根音按这样就是 G 和弦。再来练习，找出两个简易版的 F 和弦，对答案哦。第六弦的第一格这个音是 F， 以它为根音，相对的大三度这个音位置在第五弦的开放弦，这条弦不用按，但是要弹，这样就是 F 和弦。根音现在可以用中指或无名指，甚至食指来按都可以。
另外第五弦的第八格，这个音也是 F， 以它为根音，按这样就是 F 和弦。再做个练习，请按出两个简易版的降 B 和弦。对答案哦，第六弦的第六格这个音是降 B， 以它为根音，按这样就是降 B 和弦。另外第五弦的第一格这个音是降 B， 以它为根音，相对的大三度，这个音会落在第四弦的开放弦，这条弦不用按，但是还是要弹，这样按就是降 B 和弦。现在来讲另一个大类的和弦，是 minor 和弦，中文叫做小和弦，它跟大和弦的按法只差一个音。我们一样以第六弦的第五格 A 这个音作为根音，用无名指按住这个根音，然后食指按住第五弦的第三格，这个音是相对于 A 的小三度，请记住这样的相对位置。这个和弦就是简易版的 A minor， 一样是把五度音也省略掉了，写成 A minor 或者是直接叫做 A mi。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概念来按各种的 minor 和弦，例如第五弦的第十二格也有个 A， 以这个 A 为根音，按 minor 和弦的指型，这样就是另一个 A minor 的按法。有人可能会问，第五弦的开放弦，这个音不也是 A 吗？为什么不用这个音来做根音？好问题，如果你以这个音为根音，来弹一个简易版的 A minor， 你没有办法在第四弦上面找到相对的小三度。接下来一样做一些练习，请找出简易版的 C minor， 有两个，找出来他们怎么按哦。对答案了。根音 C 在第六弦的第八格时 ，C minor 这样按。根音 C 在第五弦的第三格时 ，C minor 这样按。再来，请找出两个简易版的 B minor 怎么按？对答案哦，根音 B 在第六弦的第七格时 ，B minor 这样按。根音 B 在第五弦的第二格时，大三度的位置是第四弦的开放弦 ，B minor 这样按。注意第四弦跟第五弦都要弹哦。现在来告诉你如何应用今天讲的这两个按法来对应到谱上面大部分的和弦。大部分乐谱上面的和弦都可以归类成 major 或者是 minor， 大写的那个字母，开头的那个字母就是根音，如果有升降记号就代表根音有升降，根音后面如果紧接着写一个小写的 m 的，几乎都是 minor 和弦。以根音是 C 来举例，像是 Cmi、Cmi6、Cmi7、Cmi7 降5、Cmi9， 但是像 Cmaj7 或 Cmaj9
这样子有 MAJ 字样的，这个是大和弦哦。根音后面如果没有小写的 AND， 几乎都是大和弦。以根音在 C 来举例，像是 C at 9, C7, C sus4, C augmented， 这些都算是大和弦。但是有个例外，像是 C diminished 或 C diminished 7， 这个和弦是减和弦，要把它归类在小和弦的范围。现在我们用一首歌来做练习，这首是 Tanya 的 Beautiful Love。 你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和弦进行，我现在从主歌开始示范。第一个和弦是 C， 你可以选择根音在第六弦的 C， 或者是根音，或者是根音在第五弦的 C。 下一个和弦是 F major 7， 我们把它简化成 F 大和弦，你可以选择根音在第六弦的 F， 或者是根音在第五弦的 F。 下一个和弦是 E， 你可以选择根音在第五弦的 E， 或根音在第六弦的 E。再来 A minor， 这是一个小和弦，可以选择根音在第六弦的 A minor， 或根音在第五弦的 A minor。 我们先把这四个和弦连起来弹弹看，不要弹太快。看着时间，别让它再流浪。我没有其他的愿望。看着时间，别让它再流浪。我没有其他的愿望。接下来谱上面的和弦是 F major 7 G E minor 7 A D minor 7 G， 我们把这些和弦简化过后会变成 F G E minor A D minor G， 串联起来是这样子。你就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现在你可以试试看，用你喜欢的歌来做练习，在网络上把它的谱找出来，试试看把上面的和弦转化成简易版。每次练习只要一小段就好，把和弦练得顺一些之后，试着在弹的时候同时唱唱看。有些人已经很习惯唱歌了，也可能有些人平常不太唱歌。我鼓励你在练习的时候唱出来，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一点陌生，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你需要去认识自己的声音。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用去模仿别人。练习过程有什么问题，请在影片底下留言，我会尽力帮你解答。